在供养之中的上供，也就是以诸最胜供养诸如来。供养之分为有上供与无上供两种，有上供就是以诸最胜供养诸如来，广修供养主要是对治兼贪。有上供是有比它更上面更好的意思，无上的就是说没有比它更好的意思啊。那么什么叫有上供？诸凡呢、啊？我们先你看这边什么？圣妙花曼啊，还有伎乐啊，就是好听的；还有涂香啊，就是那些檀香泥等等的啊，伞盖啊啊，这些最胜庄严具啊，还有这些衣服啊，还有烧香、墨香，还有灯烛等等的啊。举凡这些啊，我们讲水水花香灯涂果月啊，或者是说呢，如果用现在来讲的话呢，就是你喜欢的东西，比如说你可能会供养一部车子、一台手机等等的。你内心里面很喜欢的东西啊，都观想供养佛菩萨这样子，那这个是属于我们叫有上供啊，好看的、好听的、好闻的、好吃的，全部供养佛菩萨。我们内心里面呢非常喜欢，都希望佛菩萨他们也有这样子，这是一种有上供。在普贤菩萨行愿品中有两个寄送。以诸最胜妙华曼、知乐图香及伞盖，如是最胜庄严具，我以供养诸如来。最胜衣服、最胜香、墨香、烧香与灯烛，一一皆如妙高具，我悉供养诸如来。十方新闻黄慧如、肖瑞峰，屏东采访报道。